今天要练习长头发的魔爱，所以我们先到 Thinkiverse 网站上面去找一个魔爱头像。那 Thinkiverse 呢，它是一个放很多很多模型的一个网站。好，那所以请各位到把你的浏览器打开，到 Google 上面直接打 Thinkiverse。THINGERVISE，那搜寻到之后呢，第一个网站就是这一个 Thinkiverse 的网站，直接进来这里。那平常呢，如果你有常用这个网站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去做登录注册的动作。那注册有什么好处？它可以帮你做作品的一个追踪或者收集。那你也可以把你的作品放在上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目的并没有要去做管理的学习哈，我们只是要去抓一个魔爱的头像。那所以请各位在搜寻上面这个搜寻列上面直接打魔爱 MOAI。好，输入 MOAI 之后呢，请你按 Enter。那么它就会找到很多魔爱的头像哈，这个就是复活节岛上面的魔爱。好，那当然你看到这边它有很多改装，就是改版的魔爱，好，有拿来放眼镜的啦，拿来装那个卫生纸的啊，好，或者是做其他用途的都可以。那我们直接选用最左上角这一个，这个灰色的这一个魔爱。那因为它有比较特别设计过哈，你看它的图案，它是有一个角度向上的，所以它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突然悬空的哈，它是缓缓的出来的，缓缓的出来，这一种图案列印的时候比较不会有问题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选这一个魔爱的头像。好，选好之后呢？好，点进来之后，在它的细节里面，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那很明显，这个作者呢没有写什么细节好，那右上角有一个 download，这个 download 呢就是下载的意思那各位在一般的英文网站上面，如果说你英文比较没那么好，没有关系，Chrome 浏览器呢，它其实内建有翻译的功能，你只要点一下翻译。翻译这个网页，那它一样会有出现中文中文可以让你去做处理，所以我们就直接下载这一个文件。那在 Chrome 在 Thinkiverse 网站里面，再按下载之后，这边呢会有一些提示那这个是授权的提示，各位还是要稍微看一下这是 CC 授权，然后这个有一个钱 dollar sign 的符号，然后。杠掉就表示说这个作品是不能拿来做盈利使用，所以你不能拿去卖钱。然后这里有一个人这人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用他的作品，就是印出来做 demo 或者拍照片 po 出来的话，你必须要把他的名字，把他的这个作者的名字把它顺便 po 出来，就是人名要在上面。然后这里有一个 recycle 的一个像一个回溯过来箭头的一个符号，那这个是表示要用相同的方式分享。那所以呢，你的作品呢，你也要用这样的一个授权方式去做分享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图案，它并没有标就是禁止改作。那如果没有那个符号的话呢，那表示这个作品是可以做修改的。好，它是允许你做修改的。好，那因为我们今天要对这个模块做一点修改，所以这样的授权是可以的哈。那因为有那个人名要标示的部分，所以各位要记得哈，你到时候呢要把它的名字，把它 po 出来，所以你要记一下哈。好，ET 红哈，好，你要记一下它的名字，然后好，甚至你的网站。的作品的编号，记一下。到时候如果你有 PO 作品，
或是你的作品要展出的话，要把它名字贴出来，说我是从这个地方，我从谁的作品去做修改的。好，这是授权部分的提醒。好，所以就各位点下载所有文件就可以。那下载之后，你会在你的下载资料夹会看到一个压缩档。好，它这边下载都会变成压缩档，请你直接到资料夹去点开，把你压缩的下载好的压缩档案按右键，用 7-zip 把它解压缩。好，7-zip 把它解压缩。那么它就会解压缩到相同名字的资料夹，那你把它点开来看，里面就会有一个STL 的档案或者 OBJ 的档案，这个就是它的模型的原始档。当你下载完你的模型之后呢，我们回到 Tinkercad 哈，所以请各位到浏览器打开，进入你的 Tinkercad。那在 Tinkercad 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直接用汇入的方式把刚刚下载的模型给汇入进来哈。那汇入的时候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的档案必须不能大于25 MB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哈，你刚刚下载的档案，它的大小是1.8 MB，所以这个大小是可以的哈。所以，万一你去找一个图案，它的大小超过限制，那你有两个做法。第一个就是换另外一个图案，那第二个做法呢，就是你要用另外的软体去把它的解析度把它降低，档案缩小。好，这是两种方法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已经下载了那个摩艾的图案，所以呢，我们在汇入这边直接点选，然后在这里直接点选择档案。然后去找到刚刚下载的资料夹里面，解开资料夹压缩的那个模块的图案，然后直接按开启。那如果没有问题呢，它就会直接可以汇入。那如果有问题，它会出现红色的字，好，会告诉你是什么问题。那请你直接按汇入。好，汇入之后呢，等它把档案传到 Tinkercad 的网站上面之后，它就会出现在你的工作平面。好，那上传档案之后呢，有可能你的图案会是倒下来的，好，倒下来的。那因为我们待会做图呢，让它是放正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把图案转过来。所以，请你点一下你的模案图案，然后找到对的旋转方向。好，我们现在是这个方向，好，这个方向要转，所以请你把它转90 度，好，让它能够正放在平面上。然后呢，因为你转过来之后，它可能会掉到平面下面，所以这时候请你按 ABCD 的 D。让它跑到你的工作平面上面。好，这个是旋转的部分。好，各位将模块转正之后呢，因为我们最后还是要把它印出来哈。那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尺寸的大小。那在这个 Tinkercad 里面哈，它的方格子，它这个每一个大格子是1公分。每一个大格子是1公分，所以你可以发现你的摩艾的图像呢，大概是5公分的宽。那如果你要比较确定的尺寸呢，我们上次讲过尺规，请你把它拉到你的桌面上，好，就可以看到这个摩艾的实际的大小。所以它大概是3.5公分乘上4.7公分的一个面积，然后高度大概是6公分多一点点，哦，那这个大小是 OK 的哈，列印也不会等太久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大小来做图。那如果你下载的模块的图像比较大或比较小，请你先稍微调整一下它的大小。